舒华直率的个性经常语出惊人，圈了不少粉丝。而先前 Nike 出席颁奖典礼，主办单位设置了特别环节，让成员们用超大键盘来回答问题。规则是答案要用五个字回答，并且要在30秒内输入完毕。而最后一题问到，对 Nike 来说 Cube 是什么？本来都在旁边看姐姐们的舒华突然来了精神。你叫意思呀？哦，下一对，一年的。你叫他们讨厌你，然后那个灯，他们是不是讨厌？然后我上山了，一个腿给拿着上山耶，对，其实挺重要的，就上山耶，上山儿，上山儿，蒙个，你我这，这什么都敢说的个性，真的是无人能比啊！